知道今天会上班干完吗？就知道。今天就是儿童节，然后就想你100%的儿童节，带过来两个小朋友和你一块过节。真的吗？他们在哪？上来先相互介绍一下吧。从你开始，你要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几岁？大家好，我叫罗儿，今天今年几岁？今天三岁。今天我三岁了。大家好，我叫邓超元，今天22岁。OK 呢？你要说大家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洋洋，什么？对，他叫洋洋。这是个炸弹，谁会插到这个里面，然后他就炸，谁就输了，谁就表演一遍节目，好吧？好不好？第一个，该你了。如果他爆了的话，你就要表演节目。没有，都没有爆。好，该你了。好了，来，你了。还没爆。没有爆，他只有一个会爆，他跳出来就输了。我给你变个魔术，好吧？我看啊，等我手上啊，闭着眼睛看。来了，变魔术了，看在我这个手上，啊，这个手上。看呢？见到我变出来，好吧？哎呀，被妹妹发现了。不可以一口吃完啊，不可以一口吃完。吃，对对对，吃一半，然后对对对，吃一半。不能一下吸到口嘴里。对，不然的话会被噎着，是吧？是，然后怎么都会进气管里。对对对，是不是很危险？那你给其他小朋友说，你说我们吃果冻要怎么吃？我们吃果冻要慢慢吃。啊。不能一口就吃完，是吧？是，不然很危险。嗯，我现在要给妹妹梳一个头发，梳一个特别简单自然的马尾辫，好吧？这就是我之前发的那个羊啾啾，疼吗？不疼。放进去，梳头发好吧？我们来梳一个帅气的马尾。还是这个年纪的头发最柔顺。去星星点歌，奶茶不离水，红掌不轻拨，红掌不轻拨。没啥头发，兰花指的出来。是我爸爸也会梳的。真的？这有西瓜。你要西瓜夹子。看。你喜欢吃西瓜吗？喜欢。好不好看？你感觉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这边要不要加一个？要扎好。要扎着，但是不想梳子。这是什么？小梳子。这是梳谁的头发的？梳小狗的。但是先是一个小的这个，然后把头发固定好了。要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苹果。苹果。扎好了，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弄的小辫是马尾辫。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马尾辫，你的马尾辫后面是什么呀？什么水果呀？是小苹果。小苹果啊，然后你右边这个是什么？西瓜。西瓜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我也觉得好看。第一个。第二个进了，三进一。
还有两个，好，现在三个，好，现在四个。哦，篮板球，还有一个。所以他就不能把我吹走是吧？我可能拿你衣服了。哇哇，好大的风啊！我吹你，你要假装这个风很大好不好？来，你看我，哎呦，你来，我还是啊，快，我们往后倒，快！我总结出了一个经验，六一儿童节真的应该和小朋友一起过，才是真正的六一儿童节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以看见眼泪，也可以看见欢笑，你会觉得手足无措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六一儿童节。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，耶！是女儿吧。